可以啊，用这个。应该下次来买一种像磁铁的那种这种，因为这是铁也较好去。嘿，因为这黏久会袂黏。对。对啊，它这个有卖铁的、啊。这个买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个就是稀稀扣扣的啊。对啊，没有，有这种是车来电啊，车里来电鱼啊。哎，小力吃点啊，加油！就这样，极简风，超极简。嗯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只要买零件来就好。我们提倡的那个角钢啊，DIY。车主可以讲一下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他不好意思啦。车主讲拍谁啦？有啊。嗯，我们拍的不是拍改装，我们拍的是什么？分享他的生活方式。对。嗯，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。对，这种改装也是很省钱，超省的。最贵的是什么？冷气跟电池。冷气电池是来找我啦，然后其他自己处理，自己搞定哦。对对对啊，因为他电池换位置，然后线路不够长，我们来做一条线，让他可以用这样。我们才有机会再看到这一台车。对对对，其实我都没有看过本人，今天第一次。第一次有看过照片啦，他有传给我看，因为他只是我说偏重的问题，我说可是我从来没有遇过。所以他换了位置，配重。他用什么角钢？他用角钢，角钢真的是改装的好朋友，人家也可以把它弄得非常有设计感。两边哦，你看。对。那啊，这边我们把它围起来，就像这样，一边有围，一边没围了。对啊，因为我刚刚在聊天。给各位看一下哈，像这样子。然后中间就是睡觉的地方，可以问一下，这样中间你们两个会不会很挤？不会。不会啊。110几。哇，那比我们的 T5 还要宽呢。那。真的是日式概念哦。对，睡觉的时候怎么办？来看一下，床垫在哪里？床垫听说在这里，有没有？而且就是一般你去 IKEA 嘛就买得到的。对。然后用，他们用睡袋，对吧？这是睡袋。睡袋。对啊。而且这个角钢是免锁的哦。对，因为它利用原车的那个这个。那我们问一下，角钢怎么固定在边边？这个才是最厉害的。他买这材料叫什么？我们在看到没有？这个生命材料。你在，它就是一种，它可以调整那个角度，可以拉的。对，就长度可以。就是人家很多人承载式露营车，对，都会用这个去勾。拉。哎，这个很便宜，这个、一个才200多块。一个200多块，它一边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一下，你拉这边的话，这上面不会这样子吗？倒。不会啊、哦，因为它拉这样是往侧边压，所以一边一个，然后利用它原车的。这是原车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原车的锁点。原车的锁点，所以你每一个都是拉各一个。这个比较长，拉三个，中间拉一个，前面再拉一个。哦。拉前后的。然后你随时想要拆就拆了就起来了。你可以调整高度还是什么都可以调。对啊，很方便哦。你看所有的收纳箱，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也是角钢啊。这全部都角钢啊。全部都角钢啊，就两边角钢就解决了。对。没办法。很不错、很宽呢，真的，这个、就是。电不算，这個、应该花没有3万吧？超过了。超过角钢要吗？哦，角钢没有了。角钢，你到五千。他讲的是配备一定超过。电不算，我说里面买这些东西回来自己弄啊。冰箱啊。4900。对呀、啊。冰箱那个都不算，我是说这些地板啊，这些角钢，这些材料。地板才4000多块。嗯。对呀、啊。得改造的，看知啊 ，DIY 啊，哎呀、啊，自己定的、啊。含材料不止啦，含他买冰箱、马桶那些不计了、啊。但是这样弄一弄要十几万了。要啦。要不要？要啦。冷气、光电这样加一加。对啊，冰箱就10000多块、马桶。对，买错很多东西。买错最贵啊。对。对啊。所以他常常赖我说：“老板娘，这个东西怎样？这个东西怎样？”来，问一下车主，车主可以讲一下，你这样赖他有买错东西吗？移动式冷气就有买错了。移动式、啊。对，他刚开始说他要移动式啊，我想说这个大哥说要买移动。刚好那时候我看到你们有拍一集那个也是用移动式冷气，但是你没有跟他讲说你要用什么车吗？这个车放车上，应该是海力士。哦。他就说放车上，我不会特别去问。但是他还是用移动式冷气。我每次有用移动式冷气啊。可是他那个逆变的话，开的话又很吵，晚上不好睡。他主要是逆变器，他觉得太大声。哦啊，这个没有，这个不会有这个问题。12V的那个。而且你还有装这个啊？很安静啊。安静很多，安静很多。因为我们有另外一台跟你用的冷气机是一样的，环启动，就是移动的，它就睡得很 OK。刚刚今天也在啊，刚刚就有两台来装环启动，去就可以了。吃试电，你不要吃。没有啊，它是吃我的行动电源。可是在那边很吵。啊，就每个人对声音的那个不同，敏感度不一样了。所以说他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，你装了移动式冷气，
就会有这个问题。对，会逆变器会 整晚驱动。嗯，会。那怕吵的人就不适合用移动式的。嗯，这个是极简风哦。超级简风。然后这个遮挡的艺术，这不错哈，刚好有这个字哎。只要你没看见哦，它就是干净整齐。对，它写的非常好。故意挑的哈。对啊，然后你来看一下侧面。嗯、你过去一点那边。好。这样这样有没有？好不好？不错。艺术没办、嗯、杂物收纳的原则，只要没有看见就是干净，真的啊，跟我们家一样啊。那个你的房间怎么乱我都不管，你客厅就不行。对、哦、对对对对对。那你说还有客厅有人会来啊？还自己的房间不会？你说还要怎样？看什么？你看的是私人物品，私人珍藏品。哦，对对对。这个勺子也蛮会挑的，对，而且它这个材质还不错，这个布料很挺。嗯，你这个纸这个也是都自己贴？它都自己贴的啦。没办法，嗯。你看这个都可以自己 DIY 哦，对啊、哦、对不对？你会的你就自己来，你不会的我们帮你。对、哦、OK 好，你买不到的东西你可以问我们，因为买错了最贵。买不到找我们买的那个，虽然铁杆是我们买，很敢哦、嗯、哦对啦，因为有些地方你们找不到，不是是有看到但是没有找不到，还有厂商也不见得要卖啊、嗯、对 对, 对，因为有些露营车改装厂他不会卖给私人的，他是希望你去做。 对, 对，那我们大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各式各样的 DIY， 我们去把它捞出来给你们用，只能这样子讲。好，谢了谢了、哦、那等我们等那个线弄好了。 OK 好，一下